的整个人的脊椎要跟它沟通啊，我的整个人的脊椎要跟它沟通。然后二，转动是我的身体转动，看到没有？是我的身体发生转变，然后把我的腿带回来啊。然后三，伸出去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难度，难的是你在推的时候，看我的后腿在推的时候，我要保持我的人的平稳，不能往上冲啊。看四，跟起，看到没有？跟路，跨跟路站上去，然后到位的时候，后面脚是脚掌。啊，然后再一、二，转动，三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四，保持我的人的高度，平着往前推，四，是这个样子啊，不能在推的时候发现出现这样的问题，看在推的时候不能这样，四，看到没有？破坏掉了，不是平的。啊，还有一种，你们是这样子的，先往上，哦，就是不是垂直，但是你们也是往上冲，像跳桑巴一样的，你们这个往前推的时候是这样，哎呦，这种感觉不要啊，不要这样子，就是平着推，平推，平路，这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假设把我的腿遮起来，只看到我的上半身，啊，就是假设把我腿遮起来，只看到我的上半身，我要给你们的感觉是。看上去我的人是这样很平稳的在往前，而不是这样懂不懂？对，就是悄咪咪的这种感觉。哎，